有请主持人涂磊。真情致谢，重新开始。谢谢你们都来了，欢迎来到重新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涂磊，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谢谢你来了，由比之高药业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他们分别是美女主播柴子路、心理专家白燕仪、美女主播左岩。好，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我小时候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调皮，在我看来应该叫做无恶不作了。当时给我母亲带了很大的困扰，一度的使母亲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直到自己有了孩子为人父以后，才懂得母亲的那一种心酸。所以我一直想跟他道个歉，说句对不起。特别是今年在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更加的觉得有些话应该早点说出来。掌声有请母亲张冰杰。大家好。你好，您多大年纪？68岁。我是湖南人。啊，那里面是你儿子？是我的儿子。啊，跟你长得好像。你儿子多大年纪？我儿子今年30岁。我38岁的时候得他。那么晚？对。哟，你儿子看上去那长相是属于桀骜不驯的那种人。他的个性也像我，他好强，我也好强。那两个好强的人在一块肯定处不好。他小时候呢，正因为好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再说了，我们这么大年纪得个儿子，也就宠着他。家里边那时候条件好嘛，他拿了钱就跑到外头交朋友，买给人家吃，买给人家喝。你是干嘛的？我那个时候是搞企业的。企业家呀。可以说是在我们当地来讲是喊我女企业家。哦。所以我管儿子我失职了。嗯。没有好多时间去管他。现在后悔了吧？目前我不后悔了。他已经不像以前的他了。你老公呢？我老公是今年的4月16号与世长辞了。他是重庆川剧院的一个搞民乐的，也可以说是个音乐家吧。家里全都是家。儿子是什么家呀？儿子是跳皮家。跳皮家。来，我们掌声有请儿子刘欢。大家好，那个涂磊老师好。你好。30了？啊，对，30。你留那山羊胡子干什么呀？感觉就是一种凸显自己稍微有点小个性吧。咱们从问题少年开始说起吧。你是问题少年吗？我是这么想的啊。嗯。如果说我的孩子像我小时候那样的话，我估计会被我打死。然后那时候真的很调皮很调皮很调皮，给我妈也是惹下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初中当时我离家出走了也有一年的时间，我就不想读书了，想离开学校。正好学校附近有一些比我大一点吧，15、16岁的孩子，可能就是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上学了，然后经常跟他们泡在一起，在各个学校打架。
小学打，初中打，甚至打到高中，因为一直没回家，就今天住东家，明天住你家那种，反正这样的情况，爸爸妈妈怎么可能放过你？我妈经常来找我，然后有些人一看到我妈来了，然后就会跑过来告诉我，哎，你妈来找你了，然后我就会躲起来，不让她找着。打游击。啊，对，差不多就打游击。那你对老师尊重吗？他跟老师打过架。哦，吓我一跳，我天哪！啊。他跟老师打架的时候，校长打电话给我，啊，要我到学校去，然后我找他们老师，找校长去赔礼道歉。啊。类似一个地理老师，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地理。嗯，上课的时候我一直在看那个地理的地图册，但是老师要求我们看的是地质的一些结构的一些东西，老师当时就生气了嘛，我当时就拿着那个教鞭会在我桌上啪啪啪打，当时我来讲是很委屈，我觉得你在认真学习。对，我觉得我在认真学习，然后当时我就啪手一甩，就把他那个教鞭打到地上。老师也很火大，就说我早就听说其他老师说过你啊，当时我听了也很火的，然后发生了肢体冲突吧，啊，然后就是还是我先动手的嘛，这个老师其实只是一直在反手。你伤害了老师。对，尊师重道没做好啊。还有什么？有一个同学就经常跟我在一起玩，那天他爸过来找他，然后就说你跟我回去，以后不准跟他在一起玩。我当时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我没带着你家孩子玩啊，是你家孩子带着我。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刘欢，我知道你，总而言之以后你离我孩子远一点。当时我就很火，但很气，我当时一站起来我就过去，我说再说一句，我没带着你的孩子玩。而且我小时候有个很不好的习惯，我喜欢说实话，就是说特别不礼貌，喜欢指人。他爸来当时也是看着，哎呀，一个屁大的小猫孩子拿手指着我，当时就把我手甩开了。只要做了这个动作之后，我接下来我，然后就发生了一些轻微的肢体冲突。你以后不要说轻微的肢体冲突，你就说发生了一点小互动啊，对，也行。然后我妈回来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有人到家里打我了。他有个本事，不但在我这里告状，还跟我们员工说，叔叔，人家爸爸打我，你跟我妈说。然后员工也跟我说，他也跟我说，他说得了，我们老大的孩子给打了。但是我就牵着他到人家家去嘛，结果一敲门，这个人的爸爸妈妈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不好吭声了。你说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呢？这个儿子呢，是你的吗？是我亲生的，他就是我们宠坏了。他爸爸得他的时候就42岁了。哦。得了他以后，我们各方面呢都宠着他，他要什么就要什么，嗯，要星星我给你摘，要陪同学去玩拿钱，都是用钱养着他。我跟你说，他带着同学在他学校旁边那个小卖部啊去赊账，他喊同学全部到那个小卖部拿，到时候我妈来跟你结账。我给他在饭店里边租了那个中餐吗，他就喊他们同学全部到饭店吃饭，到月底的时候我去结账，哇，怎么这么多饭菜啊签单啊。他说你儿子每天都喊了人来，你看都是他签单的。我说是不是你签的字啊，他说是，但是这一点呢犯了错误他就不吭声，在我面前像小绵羊，所以我就舍不得打他。哎呦，就在你面前装装怂你就可怜了 是吧。嗯，行吧。一般来说调皮的孩子都聪明，应该来说他会有一些特长，有一些爱好，你有什么特长和爱好？我是刚开始应该是说特别喜欢声乐，嗯，然后我就跟我妈讲嘛，我说我想学声乐，然后我妈就带我去了学校，报名。当时招生办的老师让我站直了，站直之后用那个手啊在我那个小腿上面擦了一下，我
就说这孩子特别适合练舞蹈。然后我妈当时就特别开心，我也特别开心，能得到一个老师的推荐嘛，一个赞美嘛，说特别适合学舞蹈。就你这身材适合学舞蹈。我这有一个照片您看看，我也不是一直以来就这么胖啊。那时候特别瘦。我的天哪，这是你吗？对啊，是我是我是我。这长变形了吗感觉？对，这年轻时候的朴树嘛。学舞蹈去了？对，学舞蹈去了，也没好好学，在学校里面待了有一年吧，一年多，上课基本上就上专业课，文化课一律不上。一到了文化课呢，我就回宿舍睡觉，或者说出去上网。小时候网瘾特别大，那时候我们学校里面的那个记录啊，就是还是我破的，就上网的记录，连续包夜了，包夜7天。你这舞学了多久？一年多，因为本身来说的话，特别苦，特别累，然后那个新鲜劲儿也过去了，我就回去跟我妈说，那好，我不上学了。不跳舞那干什么呢？后期的时候是我有一个表哥，在饭店里面做厨师，他每次发工资之后，还要带我上网啊，带我去玩啊。那时候感觉有个工作特别好，我就跟我妈说了我的想法，说我还是学厨师吧。其实我妈当时听了之后也是一种无奈吧。是吗？当时的我很吃惊，后来我有一个感动的地方啊，就是她去学厨师的时候，后来她不是要毕业了吗？工作了2天。没有，他就说不干了。有几个礼拜嘞？一个礼拜，有一两个礼拜，我记得很短，2天。对对。但是他有一句话感动了我，他说：“妈，我做厨师，以后伺候您，我给你炒菜。”哎呀，当时在电话里面，我接了这个电话，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说这孩子懂事了，我跟你说，我是几起几落，高兴。生气，又高兴又生气，但是使我感动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就觉得呢，这个孩子呢心肠不坏，他看什么电视啊、电影啊，他看了苦的地方他流泪，他像我说这孩子心好，还有救，还有救。我就记得我有一次，他小时候嘛不写作业。我问他，我说你写作业了没有？他说写了，已经睡了。我又爬起来翻他的书包看，结果没有写，没有写，我就喊他站起来，罚站，因为这个孩子你打不遍的，我就用眼泪来感动他，我就哭。当天晚上我哭了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他早早就起来去上学，他爸就跟我说。他在你枕头底下塞了个什么东西，我就打开看嘛，一看，哎呀，我边看边哭。妈妈，我错了，我以后再不会了。这一次我是又是感动过来，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哎，我又哭，又把他这个信啊，一直放在我钱包里边，老是没事的时候看一下。但是他不改，这我知道。然后呢，感动完了之后呢，该咋样还咋样。对，我是的，不改的啊。他后来的故事好多的，犯了好多错误。我应该算是那个感动妈妈专业户，说一些那种感谢的话，我妈妈立马就是说会变得很开心。你已经把感动变成一种技巧，对，却缺乏了内心真正的对于生活的坚持。说到那儿，说到那儿，说到厨师，厨师没干完了，干啥了去？我从厨师学校回来之后，我妈就琢磨着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在想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上学又不想上。然后当时正好我哥在一个技校上学，给我打了电话，就说：“哎，你不是学了舞蹈吗？刚好过年的时候学校有文艺汇演，给我排支舞。”从小到大的第一次成就感，就从那个排完那个舞之后，获得一等奖之后。
他们学校老师和他们就是当时我带领排练的那些学长嘛，因为年纪都比我大，然后大家都会开玩笑嘛，啊，就说哎呀，哎刘老师，哎刘老师好，这样这样，那时候真的特别开心。然后我就决定，要不我就去我哥那个地方上学。当时我就跟我妈说，又一次让我妈感动的特别特别感动，感动天，感动地。对，嗯，我当时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说这孩子终于找到自己学校了。你都终于好几次了。对，我妈小时候就是只要听到这一次最开心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他到这个学校，人家告诉我了，人家尊敬他，喊他刘老师，老师爱戴他，同学爱戴他，我就说真的有出息了。啊，然后接下来反正就进入了这个学校里面学习，所以在学校里面一直来说的话是专业课程，说实话那是真没有掉过95分以下。再加上自己的文艺特长，在学校里面校团委当时担任一个文体部部长，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妈最开心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她有一种荣誉感，所以激发了她想要做一个安稳的好学生，是吧？是的，他那个到学校去以后吧，就排了个节目，打电话给我妈，我今天演出，你是不是到学校来看一看？当时我听了以后，我震惊了一下，我就跟他爸说，我说欢学校今天文艺演出，我们俩去观摩吧。他爸说好啊，他爸也带着他的乐器，万一他不行的时候，他爸可以拉出来拉几首吗？你爸是去抢镜的。结果呢，我们在底下观摩的时候，就看他排那个节目啊，哎呀，我们好感动的。对，他排完了以后下来，同学老师都抱着他啊，对，哎，多到我们身边来，哎，妈妈，这个你这个孩子可以教得好，哎，他没想到这个孩子做错好多事，他就说这个孩子不错，嗯。哎，当时我是哭了。对，我妈当时哎，我抱着我儿子哭了。你哭啥呢？哎，我是说他今天终于懂事了啊，受到人家的尊敬了。嗯，以往的话呢，我进了学校校长办公室，进了老师办公室，多向老师赔礼道歉。但是我觉得吧，你这种人吧，你这骨子里啊就是好动。你好不了两天。这您猜对了。你谈恋爱了没有？就是在技校的时候吧。对吧？其实我在技校来说的话，那两年时间应该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找了女朋友，这个是其中的一点吧。然后学校后来也是面临那个毕业，其他企业就会到学校进行招聘。然后我就刚好面试上那个广东的松下，好工作啊！啊，人人都想去。然后因为我在学校各方面的一些表现，但是得到老师的推荐，然后我就去了。学校里面组织这一批人一起过去。然后我在火车上面，我当时女朋友在火车外面，车子开动的那一刹那，就跟那个放电影那种感觉是一样一样的。就车子一开动，然后他就追着火车跑，一边哭。然后我就一路上哭了很久，同学就在安慰我。然后当时突然我就想通了一件事情，想通之后我就不哭了。为什么呢？我决定工作无所谓，我们要去追求自己的爱情。然后当时第二天早上我就乘坐火车又回到了我的家乡，那时候也不敢回去，其实还是觉得丢人，丢人，觉得应该自己应该闯出一点名堂吧，然后再回去，不能让我妈再次失望了。当时我去那个去松下的时候啊，我妈特别开心，摆了两桌酒，啊，亲戚朋友都来了，然后因为从小都知道我嘛，不就找了份工作嘛，犯得着摆酒吗？因为他是个最调皮的孩子，那又怎么样呢？那么呢，走向正规了，有工作了啊，我就给他摆两桌酒，亲戚朋友都来送行。哦哟。哎，如果你儿子要是考了个高考状元，你也包下整个五星级酒店吧，你得。那要10桌20桌我都会摆。那女朋友跟你谈了多久啊？
啊，现在是我老婆。哎，这点还挺专情的哦。啊，总算看到我的好处了。谈了多少年？谈了多少年？十三四年了。这点不错，我帮你发现了一点优点啊啊啊！不错不错，那份工作就这样没了是吧？当时就这么没了吧。我就是回来之后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个小旅店，白天就随便玩，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因为他我女朋友在下午放学嘛，就过去找他，找了他之后晚上就陪我摆地摊。还摆地摊啊？卖了个跳舞可乐瓶。他知道你摆地摊？我妈是也是因为我摆地摊的时候被熟人看见啊，然后给他打电话。嗯，怎么了？当时呢我们员工看见他摆地摊了啊，就告诉我，你的儿子没有到那个松下去上班，在摆地摊。嗯，他说你这个身份的孩子摆地摊，你脸往哪里搁啊？当时我心里好难受的。嗯、说了以后我就说我去找他，我骑着摩托车在城里边走了一圈也没看到他，他们就说你不用找了，他自己没路了，会回来的。后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先回来再说，然后我就直接把我女朋友给带回家了。他借着这件事把女朋友带回家啊？这我记得，当天我记得我回来那天是晚上，我妈就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以后干什么。第二天然后我妈就跟我说，这样吧，既然你两个想在一起，那你俩就一起出去工作。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就一起去工作，去了广东，其实也没多久吧，然后当时觉得上班完全不是我想的那回事儿，啊，工资又低也不高，大概有这几个月时间，然后又把我女朋友又回家了。然后其实那时候家里面因为出了个车祸，家里的条件一下就跌到了一个低谷。谁出车祸？当时查理的车，人家把我们车开到河里去了，死了六个人，我们一次吃官司，这个赔偿安葬都是由我们，所以厂里边效益一下就滑下来了，滑下来就没钱了吗？对，就那时候我看到我妈就说每天东奔西跑的吧，为了这事儿也是一天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就经常笑啊，或者说是怎样。啊，那天我正好是我妈病了，然后我过去，我看到她躺在床上，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妈，要不这样吧，你的企业就别办了，我以后肯定会好好挣钱，好好努力。当时我就抱着我妈就一直在哭，我妈当时其实又是再一次的又被感动了。这件事情完了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想开个服装店。我妈就特别支持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家里面困难到哪种程度，就是每天中午厂里食堂买菜的钱可能会让我妈就一大早起来之后再去找人家借啊，或者说是怎样啊，然后把这笔钱拿来买菜，就已经困难到这种地步了。但是就她还是特别支持我开服装店，就说这样吧，你先把地方找好。我就去找地方，找好地方之后我就过来跟我妈说，我说妈，地方找好了，那边转让费再加上进货乱七八糟的要8万块钱。我妈就说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现钱啊，晚上我带你去借。然后当时就说一家一家的亲戚朋友去把这笔钱凑来，把这个店开起来。但是我这人就是真的就是做事没有定性，真没定性，没开多久也就垮掉了。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是知道好歹的人，但为什么每次想好结果又半途而废？每次想起对方的感动和付出的时候，你内心都是有触动的，但为什么每次在触动过后又屡教不改？
我其实我会有短暂的感动，但是就是睡一觉或者说把翻一面过去，我立马就会有其他的想法。按道理来说，你这一次因为车祸的问题，公司几近破产，对吧？你基本上是被击垮了，这一次应该非常触动他。但谁知道你四处筹钱给他开店之后，他依然是不务正业。你有没有对这个孩子彻底绝望？没有，因为我对他来说我抱有希望，他好强的人，有性格的人，将来会改变的。你坚信这一点？我坚信这一点。这些年你跟母亲在一起生活吗？后来开店之后？那时候因为我妈那个企业效益各方面真不好，然后她每天自己会出去东奔西跑，我就说要不这样，我就在家里帮你帮忙。就这么给我妈帮忙帮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以后，直到我老婆怀孕结了婚，结完婚之后，我妈就感觉就是说一直把我往外赶，每天就会跟我说，哎呀，那个欢欢，那个你谁谁谁在广东那边工作不错，你要不要去？当时我就特别难受，我就在想，我说是不是我结了婚之后你就不管我了。然后有一次他再跟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但是我就说了一句其实也特别伤他的，我说你别管，不用你管。但是我妈听完之后说了一句，好，那以后我不管你了，转身就走。走完之后，但是我发现，因为当时我们住在厂区里，厂区里不是说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烧开水，跟我妈一直处于冷战的时候，我妈每天会把开水从厨房那边打好，然后放到我房间门口，每天呢会给孩子，就我的孩子订上一份羊奶，亲自送过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生气，但是我就说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这事儿。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当时企业各方面效益不行了吧，不想让我再跟着他耗在这里面。就这样吧，反正我当时就我就这么想啊，你这样容不下我的话，行，那我就走。然后就带着我老婆和孩子，我们就去了江苏。到了江苏以后才彻底基本上是跟我妈拉开距离。要逼着他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是吧？我想他跟在我身边成不了才，只有出去才能锻炼他。你早想到这点多好。所以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啊。没有，我觉得您挺称职，是我。然后我。你走的那一年多大？23，现在还在江苏那边。也就是走了7年了。嗯。我走了之后，因为我的孩子是我从小我自己带大的，没有让我妈操心，也没有让孩子的外婆操心。从孩子小时候，每天晚上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是说，3点钟以前我起来，3点钟以后她起来给孩子喂奶，再到孩子现在一步一步，现在孩子8岁，我真的感觉到，才感觉到母亲的一些不容易。有时候经常就说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老婆给我打个电话说孩子发烧一直不好，要不你下班的时候回来带你退烧药，或者说是要是今天不好的话咱们明天带他去医院。我这但凡是听到这种电话，我立马就会说要不再忙，我就直接请假回来。带孩子难吧？难，真的。这点不容易哈，夫妻俩不靠大人老人家带孩子，自己独自带大的，这点很不容易。就是应该这么折磨他，他才能够理解你的不容易。不过他这7年当中没有向我伸过手。嗯。而且每一年过节8月15啊，春节啊，都要给点钱给我。嗯。早分开了就好了。这个现在能够理解母亲总是说我觉得他有希望，
我觉得他能够往前走啊。的确如现在的表现而言，三十岁的他跟很多的三十岁的同龄人的孩子比，他的确是有担当的啊，不容易啊，总算熬出头了，这次是真感动了，真的。我们听听三位老师的意见。我觉得刘欢在小时候就属于被你妈惯上天了，就是在您没离开您母亲的那些年，一句话形容就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对对。为什么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比如说我打同学，打家长，打老师，没事儿，我妈有钱，我请同学吃饭，上小卖部赊账，没事儿，我妈有钱，我学舞蹈啊，学厨师，甚至那么好的工作我不去做，没事儿，我妈有钱。你内心里就四个字，有恃无恐，无所畏惧。所以钱是什么东西？钱在你整个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一个精神支柱，钱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病的灵丹药，但有的时候也是让人堕落的温柔乡。而张女士，您对儿子的这种爱是没有限的，您无限的缩小了他的缺点，只要他一认怂，哎，一哄您，哎呀，没关系，我儿子他是善良的，他是个好孩子。您无限的放大了他的优点，您无限的纵容了他的要求。当然，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所能给予的，您认为的全部的爱，我们不能完全加以否定，但是这些方法值得探讨。直到有一天，你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把它扫地出门。直到有一天他开始独立地面对这个社会和他自己的小家庭，直到有一天他坐在这儿跟我们叙述着他年轻时候的不该。其实到聊到最后的时候，我从心底里在为你点赞，因为一句老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今天能想到以往的那些事情，然后能坐在这跟我们说没事妈，将来咱家靠我，特别好。我相信你，相信你们的家也会越来越好，然后好好孝敬你妈，照顾妻儿。谢谢你们来了，尤其谢谢刘欢，谢谢。谢谢老师。我觉得妈妈的眼光是准的，妈妈一直无论孩子多么调皮捣蛋，无论儿子多么就是中途放弃让你灰心失望，但是你从来没有对他死过心。我觉得这是做每一个母亲对待自己孩子其实心里都是有这样的期望的，无论自己的孩子再怎么不乖不懂事儿，他永远都是对自己孩子是满含希望和期待的。所以今天刘欢能坐在这里，他能自己带大孩子，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节假日还能给你寄钱，对于他来说真的进步很大。现在已经做爸爸了，当了父母了，懂得体谅母亲了，我希望对母亲的这份真正的这份爱和懂得，和对这个家庭，无论是你们两个的家还是你们的小家庭的这种担当，真的可以持之以恒。虽然你成熟的比较晚，但是总算是成熟了，好事儿，谢谢你来了。刚才一上来我们涂磊老师就说，哟，留个小胡子挺有个性。刘欢说，哎，看起来跟别人有点差别，为什么要在外在形象上要一眼就被看出来跟别人有点差别？这里边其实蕴含了一个巨大的潜台词，就是他希望被看见。妈妈，你一点都不知道你的儿子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那技校他能读完？因为在那儿他获得了他第一次人生的成就感，他要的是成就感。可是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成就感吗？没有。
第一他没有成就感是来源于您对他的低标准，您对他的标准太低了，看电视哭我孩子就是好人，那能心里还惦记着我这个妈妈，打个电话给妈妈写封信，这就是好孩子，这标准也太低了。妈妈，标准太低其实让人没有价值感。还有就是物质过度满足，物质过度满足就容易让人产生过度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弥漫型的，他不可能说我在物质方面放纵自己的欲望，然后我在自我管理上就能够去管理我的欲望，对不起，作为一个孩子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您把他的欲望的这个小魔鬼给勾引出来了之后，他很难去完成一个自我欲望的控制，所以这个时候也会让他感觉到自个儿很没用。第三个容易让他感觉没有价值感的地方就是您处处都替他解决麻烦，解决麻烦表面上看是一种保护，但其实对于刘欢来说背后就意味着一句话，你妈比你有用。价值感从何而来？我觉得您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出去了之后，其实这个时候刘欢他在社会的这所大学里面去得到了一个历练，去一点一点的去积攒他小时候应该慢慢积攒起来的成长的这种价值感，这个真的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听到最后还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至少在刘欢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直是向光而行的，这一点特别让人感动。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你既不能帮他去认识，你也不能帮他去学习，也不能帮他去争取一些所谓的物质，你只能帮助他看清这个世界，只有他看清楚了，他内心才有一种真正的价值观和比较。但以前你没有让他看清楚，你一直挡在他前面。所以表面上看有些父母好像付出了特别多，但是背着一个人奔跑和带着一个人往前跑哪个难？肯定后者更难，你说呢？对。接下来有什么话跟母亲说啊？谢谢你来了。妈，谢谢你来了。今年爸走了，你身边少了一个人陪伴，而我却远在江苏。我是多么想你来到我身边，但接下来的路，让我陪在你身边，跟你一起走。来到这里来，去把你的礼物拿过来。来，这是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你虽然说是68岁了，但是 你一直很时尚，一直很漂亮，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美的。喜欢吗？一条围巾。喜欢。喜欢你以后我一般戴吧。明年要做70大寿了啊。湖南的规矩也是做久不做实，
对，这一路走来也的确不容易，可以理解，38岁才有嘛，对不对？所以格外的珍惜一些，但人就是这样，越珍惜就越容易用力过猛。但还好今天30岁，他理解了你的不容易，这已经算是幸事了。祝你们幸福，再见。谢谢涂磊老师，谢谢。我们的栏目组也会有礼物送给你们。妈，谢谢你来了，用你一次一次的包容来诠释母爱。那接下来的路，让我陪在你身边，跟你一起走。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谢谢你来了由比之高药业赞助播出。感恩生活，感恩有礼，谢谢关爱儿童助长意志的比之高药业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母子之间的故事在这个场上非常之多，无非都是母亲付出，孩子因为少年时的顽皮不懂事不听话而感觉到愧疚，这是人生当中的常态。只是我们希望在人生当中的很多曲折的过程当中，每个人拥有反省的能力，反观自己的人生，更去懂得如何付出，如何爱。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故事想要分享，感谢或者是对不起的话想要诉说，也欢迎来到这个舞台来说出你的故事。